媳妇儿，今天周末去吧，注意安全，必须。要不你们一起吓吓老妈？想都别想，赶紧滚！你们去吓一下，今天一天我就不打扰你们玩游戏了。老妈说一会要回老家几天，现在在收拾东西。老爸和老弟也在难过的帮老妈收拾这衣服。老妈，你要回去一趟。我刚想到叫我回去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老弟，今天你生日，你连电脑都不玩？主机早就被老妈拉走了，我怎么玩啊？哦，行，我先撤了啊。这没主机吗？这为什么能哎？这啥？老弟，有两个女生找你，说还给你带了生日礼物。真的？你说你那么客气干啥？来就来了嘛，还带礼物，礼物呢？你不是喜欢玩游戏吗？那我就送你个笔记本，让你随时随地都能玩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，比那些……你好，小朋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小朋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还赠送一个手机。不是，先吃点东西再走吧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你太瞎了，我最近在减肥。没事，吃点。不不不，他说不吃他就不吃了。不不不，我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哎，邵雨轩，吃块蛋糕。哎，不是你这，你不是说你减肥吗？你这个能吃吗？没事没事，我就吃一口。别晒了，吃饭了。媳妇儿，弟妹，这是老妈给你们做的小熊汉堡，怎么样？真好看，妈这太用心了吧。那肯定啊，咱们家老妈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用心的。老爸，我妈自己做饭吗？你会做饭吗？这么大人了，我饭也不会。
没做吧？我做一个西红柿炒蛋给你看看。能换了吧？我能不知道吗，老爸？先别洗了，干啥？你看，要不这样，你把家里卫生打扫一下，我给你们做蟹黄包吃。哎呀，有外国多点去。螃蟹我都买好了。蟹黄包，吃吧。你故意的吧？不要。老爸，你看老弟，我拖地了。哥拖地，你在干嘛啊？妈。你的垃圾是什么？我们玩的家庭游戏。凭什么？咱们就玩这个，准到多少拿多少，好吧？下一位，开始。等一下，玩个游戏要公平公正，再说都是我们的钱。时间到，下一位。完了完了，钱我们可以拿回去了吧？我还没完呢。要不这样吧，老弟，我帮你贴，你上楼打会游戏。老爸，老弟把电脑贴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对，你再看看吧。老弟，找点事做呗，知道吧？去年我和我爸就用切符了，效果特别好。真的？不肯定了，赶紧吃了。妈，我弄的。啊、哦，还西红柿，还挺好看的哈，还可以，挺好看的嘛。但这是老弟教的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一帆风顺，年年有余，岁岁平安，步步高升，福星高照，虎虎生威，虎年。